你有毛病啊！干嘛到我手上乱画画？这个是我的赎罪券，如果你想要人聊天，或者是需要有人开车带你去看海，你才试试扣我。 不管是在手心写电话号码，还是霸气壁咚，罗宏镇霸道举动获得钟瑶注意，还从哥哥的手中解救他。你三叔一定要还我！你三叔一定要还我！你有没有听到？三叔要还！费扬，啊！杜海山，你干嘛？费扬。 不仅帮他解决家庭问题，此外还带他看日出，被网友说是霸道式的暖男。而剧中另外一位暖男，就是演钟瑶的青梅竹马李运清。最近是不是常常要睡沙发，对脊椎不好了？好啦。还有啊，我准备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吃，啤酒少喝一点，不要没有人陪你就不吃饭了，会把胃搞坏。 帮钟瑶准备便当跟盖被子，唠叨的模样也被网友笑说举动很像妈妈。钟瑶一次跟两位男子陷入三角关系。一次被两个暖男包围，钟瑶要如何选择，也让观众期待不已。三新闻郭一轩李慧台报道。